哦，我们第一次来这个蒋介石的官邸耶，哦，好棒哦，他有自己的喷泉吗？你看，以前的人真是会享受。我记得他好像还有一个自己的荡秋千还是什么的，哦，然后还有自己的教堂，因为蒋介石的太太宋美龄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。哇，好难得哦，居然可以排进来，因为以前都是每次来都关门，都没来过。而且我们两个人票才100块，你累的话就躺在他床上睡一觉。他说不能抽烟，不能吃东西，不能上厕所，但他没说不能睡觉嘛，对不对？你睡给我看看。我睡给你看看，妈，你挑战我是吗？好可爱哦，妈，睡给我看看，还不能照相。他可以录影吗？